哎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Phoenix 为大家带来《Bloodborne：血缘诅咒》的游戏开荒视频。哎，上一期我们是发现了非常多的新的地点啊，看这边好像是第一个类似于是墓碑，但是它我管它叫传送石吧。这边好像是发现的新的地点，好像并不会出现在这里。这边呢，好像我们从好像到了就是这边的教堂 Cathedral World 以后。发现的新的传送的东西好像都会出现在我们第二块碑上，这样我们这么考虑呢，可能是这应该算是我们游戏的第一个关卡，或者说第一大章啊。这样虽然说我感觉 ODR 呢算是比较难过，但是这边的两个，它这两个东西等于是分开，并没有在第一个墓碑上等于是显示出来。我觉得应该，像我们应该是去探索这个 ODR 呢，并不是去探索这两个地区了。这是我的这么一个情况，虽然说之前是感觉 ODR 呢，由于是有一个人在上面在塔上拿机枪是扫射我们，是感觉上有点变态，但是目前给我感觉好像是我们也是升了很多等级，应该是 Welcome, what is 我们 it? 比原来要强了很多啊。这样我们等于 Very 是 well, let me. 这期吧，打算去探索 ODR 呢，看一下，依然是升级力量吧。目前给我感觉就是我的生命值跟耐力啊是够用。够用的话，我就升攻击力。Farewell, good 什么时候 hunt. 发现敌人攻击力变强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去慢慢的再升命值什么的。其他的东西应该是没有什么。我可能会考虑用掉一些，我可能会用掉一些，先卖掉一些吧。这边是有61个血瓶存在箱的，这边是有99个子弹存在箱里。我觉得我卖掉10个，并不是说我缺点钱啊，是因为我发现游戏中有时候敌人掉东西，我们捡不了的话，很容易混淆。就是我不太清楚这是我有物品 miss 了，还是说是这个东西我捡不起来，所以说稍微卖出一点来。然后呢，我们的下一个等级升级，这里能看吗？这里好像不能看啊。我记得《黑暗之魂二》中是可以看的，在我们的人物信息中是可以看升到下一级需要多少灵魂啊，但是也不叫灵魂，这应该叫 Blood Echo。Welcome. What is it? Very 这样我 well. 们只能这 Let 么 me. 看了。9957，好的。Farewell. 我觉得我们即将要去的地方，由于是有机枪扫射啊，比较容易死，所以说我想先尽量不想带太多的，好像只加500啊，我是不想带太多的。带着太多的灵魂过去啊，这个加1200。9000几百，我忘记了。Welcome, what is very well lit? 哦，9900是吧？我们看我们这些灵魂物品啊，可以看这边写的是457后面的括弧，应该是它越高，所以可能是有点类似于我们的，哎这边的血石或者是血宝石，可以下面最上面写的一个 rating 就是它的等级，是这个样子吗？这边 rating 是7啊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括弧2，我是不太清楚这个是有什么意义啊。但我猜应该是这些括弧数字越高，应该是越好。我怎么还差100？这100我估计我就不使了，直接卖点东西吧。9900啊，应该是，这样卖一点，卖点子弹。Welcome, what is it? Very well, let me. 哎，差不多这个样子，我觉得算是不错了。这样我们直接传送到那个 ODR 那嘛，因为 Cathedral World 应该是目前来讲我们是没有任何的，去那边是没有什么意义啊，我觉得。
直接传送到这个新的地点了。这样发现这个游戏的读盘时间真是很长啊。当然，我也是非常懒，不想是做录了很长的视频，然后再去做后期，把这些读盘的时间给截掉。所以说，我平常也是一直在想，读盘的时候我究竟要去说什么，防止太过无聊。不过真的是想不起来啊。这样呢，我的解决办法就是去废话，废着话，直接这个视频的读盘也就结束了。这应该是这么走吧。我突然好像不太认识了，这是哪里呢？哎，我还记得你。哎，你，捡起来，好的。他万一要是掉下去怎么办？他能掉下去吗？我不太清楚，我是怕他掉下。我指的不是从这个上面掉下来，是我是怕它掉到这个房子后面，从而是我再也捡不到它了。这样可能是有点麻烦，因为直接是跑到了一个，我天哪，这个地方掉下去就是感觉上有些地方我们并不能落脚，尤其是可能是不能过去吧，所以说是直接的，游戏直接把我们推过去了，非常的危险也是。这人好像是有毒吧？我看这个图标。应该是毒啊！之前我在，就是我在我们的介人物的页面上，我也是看的，好像是有一个缓慢毒跟一个快速的毒，有点类似于《黑暗之魂》中的普通的中毒跟一个剧毒效果吧。像这边，由于是我们已经来过一次，所以说还算是比较熟悉了。那血瓶呢？暂时先，真的是现在变得非常节省啊，因为之前是浪费实在是太多了。哎，好像我记得哦，我们的一个缓慢恢复 HP 的一个应该是宝石吧，是我是直接给卸掉了，这样这是没有办法。其实我应该装备两把武器啊，把那个宝石装备在另外一把武器上。然后没有人的时候呢，我可以是换武器，从而是缓慢的回血。发现每次跑到这儿，视频的帧数都掉一下啊，可能这个烟雾效果吧，还是比较太耗机能了，我猜。哇，这么卡！刚才真的是好卡呀！这样，别藏了，知道这里有人。好，一个重攻击就直接打死啊！这后边你也别藏了。这个人都起来了，你还不过来？过不过来？他应该是没有掉东西啊，这个人掉了，又掉了一个宝石。觉得没有什么用啊，一个1.1跟1.4真的是差别不是很大，而且是它的等级评价是一个一级的，我觉得没有什么用。那边呢应该是有敌人，我是怕我不杀他，到时候他等于是追过来啊，我觉得比较危险。失败了，刚才我指的失败的是想直接跳跃攻击，或者说是一个重攻击吧，是失败了。这样应该是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吧？这里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应该算是探险的比较仔细，应该是没有。这边可以看，也是血迹比较多。我猜可能是充的太靠前，
貌似是只要是不下这个台阶儿，不下这个台阶儿，应该是不会，应该就是不会引到那边机枪的仇恨啊。是这个吧？我猜，总是看不清啊。不过肯定是那边是这个机枪，还有人吗？我记得这边不止两个人。对啊，都过来，跑远处那个也不要装死了，赶紧过来。啊，这个人没有死啊，还有你。我猜应该是没了，这样我们直接是藏到这个后边。哎，没有反应。我不太清楚啊，好像是有反应，但是我看那后边的人好像是机枪在自己转，感觉那个人没有在操作似的。不过，我们直接躲到这里，应该是射不到吧？射不到。这个后边应该是没有东西啊。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，唯一能去的地方呢是这里，这边。像我们直接这么走了。啊，这边是打不到我们。得打到我们吗？我天！哇，他怎么是红眼睛？这么恐怖！这样只是确认一下，周围没有其他的怪，是给了一些解毒药。这区应该是没有什么了，像这边是，怎么又出去了？没有怪啊？哎，我们这边怎么是死胡同？这样我们怎么前进呢？一个血石，哦，可以这么走啊！刚才我没有注意。小心，应该是，我觉得这就是直接是提醒我们说是前方有敌人过来啊！打得有点粗心大意啊，不过无所谓了。像他在，这样藏在这个柜子后面，是打不到啊。哇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他还会发导弹？不是导弹，他好像是会投掷燃烧弹。像这个。好像是离近了后，他会等于是向我们等于是不但会射击，还会，哎，这是那边的罐子是油罐子吗？他把罐子打爆了。知道可能有人说你在作死啊，但是我只是想做实验。这果然是油罐子啊，好像不对，走的太多了。这样那边是我们前进道路，我主要是不太清楚那边前进道路会有什么东西。
你躲到这扇墙后吧，这个墙附近。没有看到什么。这边是什么？哇！都死了吗？好像是都死了。些血石碎片。说前方有埋伏。什么声音？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是把我给吓到了，本是被前方这个人等于是分散了注意力，结果这边刚才我锁定了一下，没有。哦，我记得之前好像是在来的地方有一个人，他也是一直在跪着，那个好像是在休息的人，或者说他趴在地上。总之那种人好像是锁定不了，也是我们离近后他好像会慢慢的起来，然后等于是会变成非锁，就是可以锁定的一个状态。里面还有人啊，可能刚才这些人在地上真的是在装死啊，装死的时候这些怪装死好像是没法锁定的，刚才也是我是忘记了，可能应该是再仔细看一看，不应该是利用锁定来确定有没有怪。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，再给他评价一下吧。也都给他评价一下，这些确实是一些埋伏啊，还好是有提醒，要不然的话，我肯定会被吓到。虽然我是玩的是比较小心，应该是不会。哇，这是什么？Blood Tinge 应该是这 Blood Tinge 属于应该是跟我们枪械有关的吧？可能是会影响到我们枪械的伤害啊。我玩的算是比较小心，可能是不太会中埋伏，但是有可能会被吓到，毕竟胆儿比较小。这样，这边的机枪塔楼在哪里？哇，不对，好像离得已经很近了。这样是一个好事吗？还是一个坏事？我能在这看见吗？好像可以看见啊，从草丛的缝隙中可以看见那挺机枪，但是这边有很多人过来啊。这边应该是打不到啊，但这个人一直藏着，这边是打不到啊。我是在这里先等一等，看看有没有更多的。你们过来是吧？你们过来，我过去。哇，好阴险！哎，那边还有一些装死的人。这都哪来的？那边那个人也在装死吗？这个，哎，远处是什么？这是乌鸦吗？不对，好像有一个人在走动啊，好像。那是一个人吗？我看好像猎人啊。不会吧？我发现这个游戏中的猎人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对付啊！你别装死。啊，不是在装死啊，就是在休息。但是休息的这些怪，我发现我们是没法锁定，也是比较烦人。
居然发现我们。还好我们的武器的攻击范围算是比较广吧。这我们离这么近，这个机枪应该算是有一个，离得太近好像是打不到啊。然后想起了原来很早很早的时候玩叫什么帝国时代，是塔罗不研究科技，离近了打不到。这样给他们引出来，引出来后我们还是回到房间内吧，房间内去杀更安全一些。他们会过来吗？应该会过来吧。另外，机枪可不可以对，可不可以造成友军伤害？没有死。哦。那是，哇！哎，他拿的是大锤，是我们之前3000块钱卖的那个大锤吗？看着好像还不错的样子，我有可能会考虑买。加一下血。说安全的地点是高校的，什么意思？这边有一个人，这个人能提前引到吗？哎，我觉得我们不在这边待着了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什么情况？这，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他在倒退吗？他怎么倒着走？哇！哎，这个地点真的是不太好。我，他人呢？我们站在这儿，机枪打得到吗？还打得到。我不太清楚该究竟该往哪里躲。过来了吗？好，他过来了。你别跑啊！天哪，这实在是太恶心了，完全。我们冲过去。这边有人吗？在这机枪打得到我们吗？哇，他拿的是 Soul Spear， 我先确定机枪能打到哪里，打不到哪里啊？这边打到了，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，可以说很孙子啊，直接是想把我们引到机枪塔楼的一个射程范围内。你不过来，我也不过去，我在这等着你。好像不太好招架吧，或者说这个地点是不太好，再加上敌人也是比较敏捷。感觉是太敏捷了，我们的散枪也是没有，不太适合打一些敏捷的敌人吧。
再试一下，要是招架失败的话，我们就直接肉搏了。这个不算啊。太快了，感觉完全是没法预判。这能预判吗？感觉上很难预判。加个血吧。啊，是自己在烧血。哎，我发现我们的这个大斧头打这些很敏捷的敌人真的是不太适合。哦，他的血好像不是很多的样子，比我们之前在那个地方打的人感觉血要少啊。但是他的攻击范围倒是很长啊，毕竟是一个矛。哎，他怎么加血了？天哪！700多的建筑，6个 Bone Marrow Ash， 这个门好像没法开啊，一直也是忽略了这个门，主要是想先把这个人杀死，这样。机枪塔楼究竟它的射程在哪里？哎，这。我主要是不太确定啊，这么多的迷雾有没有敌人，要有更多敌人的话估计会比较危险。哎，怎么还能打到我？哇，这样我就直接冲了，前面有个梯子。哇，这个好刺激。好像是这了，这边刚才由于是哎，哦，这是这个梯子。哎，我没有想攻击的，什么情况？又费了这么多的血，这个实在是太难对付了。起码好像有一个乌鸦，啊，有没有其他的东西？可能这个后面应该算是比较安全。这边有东西吗？这边有，我也是不敢过去啊，万一被机枪射一下，我直接掉就死掉了。还有一只乌鸦，像那个下边我知道是好像有一个敌人。还有是之前这地方是看到了他。我还有敌人。还有吗？这个地方我觉得藏两个敌人已经够多了，他藏第三个实在就是有点太不合理了。这应该是
我们应该是跳不上去奥槽，应该是等于是好像通过某种方式，好像是这种方式啊，可以这么走。啊，不太是啊，那边好像是我们从里边跑到外面，那边好像一堆乌鸦的那个区域。有说这边的下边是怎么过去？这边就能打到。哎，这是怎么？没有考虑到他的地点，我以为刚才是不会打到我的。这样那边有一个东西，虽然是感觉上好像是目前没法拿到，暂时先不去管它了。这样这个门是锁着的，是吧？这边呢？这边是能上这个机枪塔楼吗？在这边？看下地上有些留言啊，什么意思？这边写的是有埋伏啊，我觉得我们先这么走吧。